是没有办法经过检验的啦。所以这件事情你要再继续的去督促，去好好的把它要求。我们不能够说有只有想法，可是我们的成效却做不出来，那要检讨。因为这个成果报告书我们也要求了，好，我们 是希望看到底哪一个环节没做到。好，这个我想这是第一个要跟你讲的啊。第二个，刚刚邱文彦委员啊在这边提到我们的文化资产这件事情，你也说非常的重视，但是您回应邱文彦委员，我觉得是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这件事情本席知道，你在1月29号在客委会的主管会议中，你已经裁示了将文化资产科调到传播行销处。我们先不要讲说这个文化资产科跟我们的传播行销的业务的连结到底有多密切，或者是不够，或者是日后放到这个行销处之后要去怎么强化，我这个先不讲它。我就讲说我们文资科现在三月了，我这一年的年度计划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但是他的业务都没有启动。那么像刚刚你回应邱文彦委员说，我们有1000多万，我们会去做调查，我们把我们的文化资产好好的保存跟努力推动。可是怎么做？因为我们的文资科现在只剩下一个正职的专员在处理，而他要做什么？他还是在做我们客家文化的填调跟出版业务。可是事实上像这样的事情不是文化资产科的唯一的业务嘛？哈，那个客家族群的文化历史保存工作如果只是一个人来做，他怎么做呢？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文化资产有多大的工程。而且这个主委，我想要跟您提的是啊，其实在全球现在最重视的就是文化资产。您只要去看，不管这个全球现在的城市发展，因为全球的国家都面临着它的都会区的老化，不管纽约、东京，他们像伦敦都借由大型的国际的一个活动来使它的都市更新。这个都市更新里面不是把旧的东西全部毁灭重新盖起，是要从它的文化历史记忆里面去找到它的元素，把这个元素跟未来的都市的愿景合在一起，去把它不要变成一个断裂，使得我们的人的历史，我们是在里面行走的一份子。这个全球都已经这么重视了，再讲我们台湾好了，我们现在每一个部会，连财政部，连文化部，我们都在好多的地方要把文化资产活化再利用。像文化部今年的业务里头，他还要去成立文化资产学院。本席呢，在各级学校里面，让他的传统艺术及民俗在相关课程还要能够推动，把文化资产的这个教育把它深化。结果我们客委会走倒车，我觉得主委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是要去提醒我跟你，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也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不愿去背负说我们是客家文化资产的毁灭者。报告委员，对于文化资产这个部分呢，我也个人也相当的重视啊，就是要结合他们的能量。因为前端的文化资源的调查跟后端的整合行销是要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去年底呢，我们就启动了，同时呢展开了北东南三场的一个座谈会，特别对文化资产调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主题。那去年呢，他们也调查了8位的老师傅的记忆的传承。我个人认为，不是只有出版实体的这个出版品而已，而是要对后面的网络这个部分的行销也是非常的重要。是的，所以。诸位，您应该把我们的部里面的人事执掌这个架构要架构好，你才有可能把你现在讲说你有多重视把它落实嘛。如果是这样，我就看不出，如果只剩一个正职的专员，
你调查了更多很多，除了这个田野调查报告以外，要做更多的事。那你是不是在做这个财事的时候，应该要顺便去思考，我要有多少人力要挹注进来？我这些人力里面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专才？我就是内部的人力在调动的同时，这件事情要显现出来。啊，包括这个讯息可能有点落差，我想不会让他一个人在主办整个。没有落差，主委，落差就在于你现在是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想这个是一个事实，我就是一直在看，从你在这个内部的主管会议做裁事之后到今天，啊，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好，一月二十九到现在了，我们快要三月底了，这中间有什么配套的作为，我想要看，因为我在这里去提醒你，全部的人都在重视的时候，结果我们走到倒退是不可以的。最后，啊，我想还要提醒一个啊，我站在这里，啊，我们是有期许啦，所以才会有督促。像今年的客家同花季，我们把规模缩小了，所以呢，啊，因为客委会说是规模缩小，所以我们只在四月十一号要办一个开幕式，在埔里。办一个开幕式之后，我们就缩小到最后由地方去遍地开花，做一个小的补助案，两万块、几万块，然后就是各地就是办一些活动。但是那个主委，我要提醒，当初我们的客家同花季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我们在客庄办，因为客庄的文化要让非客庄的人来体验。除此之外，这几个客庄，即便是重点发展区的客庄，它的产业经济都是非常弱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去办主场活动，来带动大家进到客庄，让他在这个认识的同时，带动我们的经济产值。这件任务，我觉得要调整，好不好？因为您才刚上来接这个主委嘛。这个你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想要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做，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一个主管他要有一个新的思维，但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的诉求，这个绝对不要去遗忘，好不好？我们四月十一号有一个主场，四月十八号跟新竹县政府一起办理。好，这个东西呢，你如果只是像我们把它在地方让它就是自己去规划，我觉得这个。遍地开花，热闹是只有热闹，但是政策面要把它镶进来。所以客家的产值、客家的活络、客庄的活络，这是先决条件， okay. 绝对不要遗忘，好不好？好的。请你敬意。